放在这里好了。二十去找兔子或蜥蜴，把它砍死，然后来引我，马上做什么？ Okay, okay. 放在这里好了。我们整个水跟食物都放光。还有别种的避难所。可是那个要盖很久，盖超久。有824个哎、欸，怎么那么多啊？因为它是一个堡垒啊。哇，824个。打完一个会战兔子哪里有兔子我要找一下满地都是兔子你要按 shoot 然后可是他砍一下就死了你只要砍到一下就死了我要先喝点东西有没有东西可以充饥啊要怎么充饥就是你要先去找兔子他们啊不然你看你背包里面有没有果实什么的按左键就可以吃果实什么我有果实欸、啊、我找到一朵花兔子啊这是种子欸 我拿到种子欸那个火速没有，我们要减速叶去。要减速叶去燃烧。做这个吗？是。哎、欸，有种子、哦那個哦，有种子哎、欸。为什么不能吃他们的手啊？吃他们的手。那你还不选？为什么不能吃他们的手？我忘记怎么了，我忘记怎么了，现在。为什么不能吃他们的手？好了，食人族不值得你吃。哎、欸，我看到兔子，等一下。有种子，我们能干嘛？种子，等一下，等一下、喔，那要赢就是我开、啊。对，我盖那个，我盖那个。你们砍到一棵树，然后拿两根木头来。OK， 弄了两间。刚的木头都不见了。我要去找蜥蜴跟兔子。这里，两个木头，把它用在这个东西上面。哎、欸，有一个火把倒了，没有人去加火就倒了。是啊、喔，还会倒。就没有火啊，它就自动倒，因为它觉得放在那边没有用。我靠，怎么那么真实啊？对啊，超真实啊！你不去动啊，它就倒了。这游戏真的超级哎！而且你知道风有风，我靠，看看有声音，那里要吓死我了。哎，开始配克，我直接跑回来。哦、有风，吓死我！倒退走。然后前对面有一个跳，后面还有只女的、哦，女的攻击比较高、哦。后面房子后面，哇，还有这样的、哦。他们都能每个月流血几天。我要先煮、哦，拿到一个钥匙了。他跑了方法，先煮嘛。妈用狗爬，在这边真的太屌了，想吓死我，在那边砍树，然后有食人族。哦，打雷，小心打雷了。好，那可以升那个九月一。快捡一捡，把那个尸体的，这里啊，好啊，还有一个，他一根，我拿着就赶快跑。Okay. 我们再做一个吧。哎呦，下雨了哎、欸。对啊，打雷啊，代表我们刚刚灭掉一个食人族。哇哦，好、啊，这样子打一个雷，代表最近不会再出现什么食人族。那我可以继续砍树、啊，我只在旁边砍个树啊。无情审判卡玛，太可怕了。兔子，好不容易找到兔子。哦，我烧起来了。你就我烧起来了。小鸟可以吃吗？不行啊，要兔子跟蜥蜴还是鹿？好讨厌，卡玛这个造型，都快饿死了，都很帅。完蛋了。好，我还是把它喝成永久造型。需要继续砍。燃烧弹，对啊，耶、yeah, ！无情审判，要两个木头可以做中间来，那我要去做。有了，有四根木头。OK， 可以种了。有种子了，对啊，上面了。卡玛不是上在辅助这一类，是上在法师。我记得人肉好像可以吃吧？在大便。人肉好像可以吃，点火就好。我又可以买角色了，耶、啊！ Yeah, 我们有新的食人族了。我怕我们变食人族了。嘿嘿，吃了它。拿着肉，然后对着那个，哎、欸，对哦，你们烤食物的时候，你们要一直看着哦，它熟了，你就要马上吃，不然焦掉就不能吃。哇！人食怎么用啊？怎么烤、啊？我看到在那一只手。Hello， 不好意思、啊，你们刚好两只。我试试看可不可以用好了。我也有手了，Hello， 我们来记账。
欸、打你巴掌。按 C， 按 C， 按 C。好恶哦、喔。应该是不能吃啊，应该是变成骨头，就是做成工具。好，在里面看。哦，我看到了。继续砍他的手跟脚。一定要有蜥蜴啦，蜥蜴那个皮，那个加防御加很多。看我饿了，饿到反。嗯。挨个头。继续加。我需要吃东西，我已经砍。哇！你们一些人去找一下果子，然后去找一下那个吃的。我刚好砍到萤火。我再做一个。你干了什么？没关系，我会做了。Fire！ 你看我搬的什么？没有手脚，没有头。那栋房子要盖好了。萤火是这个，好了。我自己去找食物。好了，在这里。好了，马上做好一个。Fire！ 我要去找一点那个了。树叶、欸。快饿死了，那不行。有兔子，去死吧！兔子很难追啊。我靠，是谁砍我？把这里全部的草叶都砍一砍吧。把那个谁砍得到？草叶。可以吃吗？不行。我把石头放回去哦。连水都找不到，我们这边生存有点困难。好好困难。哇，而且那个种子长很慢，它真的是按照就是真正的世界在后面在长。哇哩哩，你真程度破表。看到快要没烧的，就把它烧起来。你看，这边怎么一堆堆？这附近没有蜥蜴耶。我要做那个了。我把兔子，你追一段时间之后它会累，然后你马上给它砍下去。然后就，嗯，差不多。哎，刚才前面有只兔子。牙齿。烧吧，烧吧。砍不掉。放下。OK， 我要去找那个。哎，有鸟哎，鸟可以吃吗？不可以，不可以。哦。为什么兔子可以吃鸟，却不能吃？哎，真是个好问题。继续砍。我剩下的功用就是把这些萤火都烧起来。我应该拿斧头。斧头是什么？好了，我要去冒险。明天我要陪一炮去看电影。哎、欸，有吗？有老鼠，那是老鼠。老鼠可以吃哦，它那个不很多，可以直接抓起来吃。哦不，砍不到。那宝剑不就能补到？我砍不到它，跑超级快的。哦，我剩下水了。对啊，超夸张。你要杀它？蜥蜴啊，蜥蜴最好杀，就这边各附近都没有蜥蜴。然后又没有那个石头水源，不行，弄不到。啊，你看我们都已经盖成这样子了，就什么都没有。哎、欸，鸟烧起来了。刚地图东西，哎、欸，有蜥蜴，有蜥蜴，不是虫子。我看到了，看到了。我也有，我也有。你后面，你后面。哇，抓不到。知道。在哪？耶耶，食物。有声音，有声音，有声音，有声音。你们顾一下，在后面，在后面，后面。哪里？这里，他跑走了。来了，烧起来吧 ，bitch！ 怎么跑走了？他跑走了、欸。哎、啊，你们谁的那个？哦，快！我地方饿死了，我先吃。没关系，我死了就算了。可是东西很重要，你知道那个斧头，要么先丢掉，要么就先你斧头要死之前要先丢掉。你把东西丢掉再。对，不然你那个斧头很重要，没有那个斧头你什么都不能抽。哦，不要碰到我哦！按哪一个丢掉？按哪一个丢掉？狙吧，丢不掉吗？我丢了，我也丢了。没看到、啊？丢？我怎么没看到你丢？丢了。没看到、啊？
没有、欸，还是拿出来的。好像只是把它收起来，没有丢掉。啊，那我就不知道怎么丢掉。哦，符好多、哦。它藏在背包里不是吗？那个最后把那背包捡起来吗？没有，我们去网上找载刀板，然后他不抓。那个我去帮你们找食物啊，你们就先撑着吧，先喝些东西。我要乱喝药品。你们真的是需要什么就什么，没有什么。哇，这里根本就被霸凌了。然后现在石头一直出来，我都不知道是啥想。这些人肉都不能吃，真的好讨厌。嗯？为什么是我杀？我要看一下，这个要弄会很麻烦。万能牌啊，真准。就下载然后解压缩而已。继续吃，好吃的，真好吃。走，这些，哎、欸，你们过来，你们过来我这边，过来我这边。你在哪？房子后面呢、啊？你看我、哦，这边有食物，这边有果实，先吃，然后留一些给小子，按一就可以吃。我嘞，我的份嘞。这边 ，eat， 抓，来，要杀了。抓这里。我把他吃了。我中了，死了。然后这些腿在烧的时候要怎么把它吃掉？那直接变骨头不是吗？啊，可以吃啊！哎、欸，可以吃哎、欸，我把它吃掉，可以补哎、欸。哦，是哟、哦欸，可以补哎、欸，可以补。我们把这些造一个放树枝的，我要继续放肉了，我要继续放这些肉。啊要先分解，然后再放进去烤。这个呢？不行，要分解，把它剁一剁。这个已经分解成这样子了，还要再分吗？好、欸哦，那个可以，关机吧。好，我们直接把它按机、啊。好了，烧吧。我走了。哎、欸，我又杀一只松鼠了。你们谁的饥饿值很低？我、哦、没有，我已经满了。我刚吃一个肉我就满了，吃个人手就满了。好，那我先留着，等一下有用的。我要再盖更多房子。金牌抽着等你来，我一个血。哎、欸，这个没分解完。记住哦，左边还有血是你的那个食物够，然后水也够，它才会自动回。你少一样，它就会倒空。还有太阳现在正上方了，现在是中午。坑。中午了，吃午餐。然后晚上不能太早睡哦，晚上如果太早睡的话，它起来的时间不是早上。哇。嗯好屌、哦！他是趁着你真的很。我要再盖一个，盖在后面。他现在狙到我们会不会死？我们这里真的超像营地的。啊，盖超好，真的然后盖在这边。哇，抓这个大。这是干嘛用的、啊？这个？那一样是帐篷，那只是小一点的。就是一个人玩的时候，我们来做这个抓兔子的陷阱。好快啊！我做好了。太快了吧！有半半。你们去收集树枝，我们来做这个抓树枝的陷阱。这边，你看到吗 ？OK， 看到了。还有31根树枝。啊，我去找树枝。我的斧头嘞，我在这里。好了。我的水不够。哎、欸，那个手都可以放进背包里耶。对啊。那我就藏着。水不够要去哪里找？水就是，我看到松鼠。哦，就是目前找不到水源呢、啊，就是刚对吧、啊？然后在飞机上找到的那个，被我烧到了。不过你杰哥，你去看有没有行李箱哦，然后把它打开，看看里面有没有。行李箱 ，OK。燃烧，这些火都要顾哎、欸，超烦的。蛮那个，它其实要自己喷掉，还有一段时间。树枝。我已经盖好了私人套房。你说那个树叶做的帐篷？哦，抓！哇，妈的嘞！我要去找一下有什么东西。把那个兔子的那个陷阱做好之后，其实就食物就不用怕了。然后接下来就要找水。水很重要。然后如果说我们就是找到水的话，然后很远的话，对不对？我们就直接把营地搬过去。OK。搬过去了，水源比较重要，就是把这边东西拆一拆啊，然后就一个一个搬过去，就把材料都摘，不会很慢的、啊，就是把这附近的那个食人族清一清就好了。哎、欸，他现在才发芽、欸，哎，好夸张哦！
啊，因为他是按照真正的世界比例。我的天哪、啊！可是他一次长出来就长一大堆了，而且可以吃很久。我拿石头丢你，干没知道。他那个石头能升东极蜥吗？可以啊，小石头可以。哇哦！还差十个。哦，干，我们的营地好漂亮哦！太 nice。再多找些种子好了。木工的旅行。我这些食人族都来的好奇怪。然后抓好要进来的时间、哦。他们有，他们那你们现在看到的都是一组的食人族，然后还有另外一组的比较可怕，他们是一整群的。哇哦！然后会有一个领导拿着那个拿着火把。哇，好可怕！那一组是比较可怕的，他们会在河边走来走去，所以说找到水源的话，就先喝几口就要先跑，然后我们要准备好才要过去跟他们打。哇，这有一点还好啦，我一个人都打得过那一群的。你就是你知道你这个游戏它最猛，就是你的防御几乎是无敌的，不会破。哦，真的是吗？我捡到石头了，右键按住就不会受伤。又是小石头。对。哎、欸、呀。继续把这些放进去。燃烧吧！哦，不是补包，不是补烧吧？真是。哦，差一根，随便找就好。旁边也有一个放树枝的收集案哦。放树枝的收集案哦，对对，那边也是按 C 就可以放。有了，哦，做好了，做好了，兔子陷阱。对，他自己跑进去就会掉下来。好，那就不用特别去抓兔子。如果特别饿的话，就先去吃食品吧。哇，这有行李箱，打开了。哦，我再做一个放那个大木头了。没得木头还是有点多。这是什么？看一下先。嗯，很好吃。好。嗯。现在缺水，有点湿，它变成骨头嘞！真的，我们不去管它，就真的变木头了。哇！要拿起来，身上一个手的腿。幸好我还有保留一些人手。抓塔山喽！嗯，我要拿来煮来吃。红牌。我什么声音啊？那树倒下的声音才太逼真了，砰砰的声音。骨头好像能当骨粉，像麦块一样。我的错，不能。嗯，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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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可以。要把它分解，就把它按 I 把它分解。耶，这个星星开的真好 ，nice。我去找水源哦，你们先把家顾好。OK。就你爪爪，爪爪别死，坑。我找到水了，坑哪里？就在右边而已。右边那是一个悬崖，我们要绕下去。我在这边，你们应该看得到我吧？看不到。后面。我看到了。来吧。欸、要骨粉，他那个骨头要好几个才可以用开。嗯。这边你、欸、不要直接跳下去哦，下面有水。等我。哇塞，有水。我要准备好。重点是，我们要先走一条路下去，然后还可以再绕上来。好漂亮哦。啊，这边捡石头。你们先回去吧，然后我去找那个。我刚好让我看到行李箱。走到这个山啊。应该有路可以下去，难怪我一直想说有水的声音。可是这边是一个悬崖、欸，我们住在一个悬崖上、欸。去封建，去封建。我们住在悬崖上。对，我们住在悬崖上。好屌！欸、这是干嘛用的、啊？哎、欸，这里、嗯，这里有个东东哎、欸。哪里？这里啊，这个我放那是什么鬼？你说这个吗？对啊，行李箱啊。哦，不好，只是被开过了。我看看，我的食物我刚没去管它，靠背啊，变成骨头了。你好可怜啊！还有一只生的。你不觉得木头放这样很乱吗？对啊。哇！我去盖那个放木头。阿玉，等一下，等那个手。到处都是木头。哎、欸，他说我要挂了。你要挂了？为什么？因为我没有水。哦天哪！我这边我身上还有那个。我
我怎么把可乐给你？哇，这个我这个万能牌哦，都不用不想说了。我先打掉，小心点，小心绳索。要走了吗？哎、欸，我总算痛了一下。有人打，不小心碰到火还是之类的，没有，没有人去捡到。要怎么把这个丢掉？他这都没血，把斧头丢掉。他的六根。你有在扣钱吗，杰哥？没有。刚刚有。